Is it too good to be true? All these green lights, are they coming too soon? Caught between red and the green and you. I'm stuck in the blue. 我现在人是来到我们2023台中市城市绕圈赛的现场，在我们的第13区的从化区，就是我们整一个就是都是围起来的，没有错。我们今天的赛事其实就是全程都是封路的，整个赛事呢其实就是 1.3 公里，所以是短短的全程封路的这样子的。Service 是真的非常的棒，因为大家都知道哈，现在就是要封路的赛事真的不多。5 4 3 2 1出发！我们就是绕圈赛的规则好了，其实非常简单嘛，就是一圈就是 1.3 公里，也是短短的，那会依照就是组别的不同，所以就是它的那个就是圈数也会不一样，那这样子去做一个绕行。那我们的第一圈是中立圈，也就是所谓的暖身圈，那之后就会开始放行，大家开始就是欧奥啊干嘛的。不过暖身圈今天大家都还蛮乖的啦，至少没有就是爆冲，因为我们爆冲的话，我们前面的那个前导车也两公，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那它的游戏规则其实蛮特别的，是有一个就是被套圈的一个机制，也就是后方的领先如果有就是超越你的话，你就下课，你就下班了。游戏规则其实就是这么的简单。那当然你被套圈有可能是一群人把你套圈，或者一个人把你套圈，都是很有可能的哦。好，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模式啊，就是就是有一个被套圈的机制。那当然不幸被套圈就是下场，真的是马上就要下场。那怎么知道被下场？他会吹一个就是非常悲鸣的一个哨音，让你马上就知道你必须下场了。不过我觉得愿意来参加这场赛事就已经很棒了，真的真的。5 4 3 2 1，不要超过我的前导车，好，第一圈走一圈，好，上吧上。
啦，休息啦。Let it be the first thing, first thing. Let it be the first thing, first thing. Let it be the first thing, first thing. When you come home to me, when you come home to me. Kiss me like you did when we were first in love. When nothing ever mattered but the two.我师傅教我的绝招，如何接好绕圈赛？用力！废话，有人不用力的吗？冲刺积分，因为今天还会有一个冲刺王的头衔。所以你可以看到，真的很精彩。他们可以冲刺吗？不是，这一波出去。那现在目前大家都还在集团里面。好帅，超帅的。There's a wind and it's blowing. There's a current that's running deep.Can't see, but I know it. That something's not what it's meant to be. Hearing brother against brother now. Anger grows on divided ground. Sometimes I think that I lost the sound of the calm inside of me. I wanna see love make a comeback. I wanna feel hope.然后在这种状况下单飞，真的蛮难度，因为你看他们一圈的速度到现在，还是维持在一时，有时我就1分39。哇塞，又在更快了一点哎！对，而且一直持续在加压当中。对对对，所以可以说很精彩，真的非常真的非常的精彩。If I was falling, if I was down, would you even see? I'm so tired of calling out for someone to notice me. I've been down on my knees for so long, crying please. Where were you when I was hurting? Now that I pull back the curtain, oh,
在我们台中的第13从化区。好，那小弟现在啊，就是已经完成了就是主持。哦，天啊，今天真的是不是盖的好玩，那也就是蛮累的。不过真的啦，很推荐你们可以来我们就是这边台中比我们的绕圈赛。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几个优点哦。第一个的话是哇，它全程封路哦，所以今天根本就没有其他车跟我们并行。那我们的选手们哦，就可以直接畅游啊，直接火力全开哦，直接就是好好的去享受这个绕圈。再来，我觉得第二个是它有那种就是套圈的那个机制，就是你如果被我们领先超过了，你就 fail 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这有点像鬼抓人的概念哦。我觉得很有趣，那可以去体验看看。那我觉得这短短的 1.3K 虽然说风这么短，可是我们利用绕圈的多一点吼，那就可以增加那个里程数，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好，再来第三个，我觉得这个大会真的把现场弄得很窝心很好玩。那现场也找了非常多的厂商吼，就是不认识就是人生布品或是说是轮组通通都是有的，所以我觉得非常棒。虽然说我现在被吹得像萧伯一样，台中的风没太客气的，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一切真的都是非常的棒的，也非常窝心。没想到最后是阿良进来还求婚。I hope you don't mind if I say that I love you, 'cause there's so many ways that I want.我会哭是因为我很喜欢的。This minute playing just us two, we can chase the sun as it sets in the mountains, find luck like a bet in Greek fountains, or lay lazy in bed with your head on my chest. I hope you don't mindIf I say that I love you. 好，那我觉得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那当然最后我还是要谢谢就是这么多的厂商，因为真的一个活动真的举办不容易，我以前在办新单车就可以完全理解，真的没有厂商我们真的办不起来，那些礼物真的他们都现场直接抖内，非常的感谢我们台中摊贩，真的是很给力啦。因为你可以看到哦，真的他们4-5点就来了，你真的是会喊到喉咙沙哑，你都愿意帮他们 promo， 愿意让我们的车友们去他们那边吃一下，好、哦，对，那也谢谢他们，就是刚刚喂饱了我，因为妈，我走一圈拿了就是5-6袋，差点拿不回来，每一间都干嘛？看我够主意不是、啊？就是每一间他们可能就很可爱、很热情，都会请我吃东西，所以真的非常的感谢。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大概到这边。好，那我们的绕圈赛这不是最后一场哈，我们在下半年，今年下半年就是大概是10月或是到12月之间，我们会再办一场。好，那欢迎你们再来。敬请报名哦，250块，享受这么多，多棒！好，我们下半年见。你先停留在那边，我炸给你了，好不好？好吧。好。这个没有防腐剂。这个没有防腐剂。啊，他说他会跳舞，啊、他跳。哇，有，手工做的汤圆哦，他不是给你买批发，我跟你讲，他手工做的。等一下镜头有点脏，没办法接受。等一下，哦，重来。